学新竹附设医院正式开幕，3、2、1，请用解。为新竹都市发展者，我们台湾第一所 AI Hospital， 因为新竹是高科技的地区，高科技发展很好的地区，我希望这个医院可以达到是人工智能。本院开发的智慧导览系统，那它的话，你可以直接做点选。那现在上面的话，你可以直接点选单位，或者是你可以直接输入。我们在发药窗口前台呢，我们有一台机器人，它叫做 Paper， 它会提供民众很多用药相关的一个信息。那民众呢，可以在点选他想要知道的资讯。发现它的灯光就会变成比较柔和的，那我们的窗帘就会自动被打开，被拉开。强调的是智慧化，那急诊尤其强调效率。那这台机器，我们从护理人员抽完每一管试管的血，直接投递进去，它在10秒钟内会辨识病人的血液，直接传送到检验科。从检验科就直接上机台做检验，就直接发报告，在20分钟以内就可以得到结果。